这是随时加，随时随地加热。Evan， menghangatkan di mana saja， kapan saja， 什么是 kapan saja？ 2.5分钟就会热了。保护盖，然后还有一个参考指南 ，Zero BHP。这个是带出去用的，看到吗 ？Step one， 来表演一下 Step one 怎样用。有三个东西，然后这个装满热水，然后倒进去，把它放进去，2.5分钟，把瓶子盖住，等2.5分钟就好了，可以达到100 Celsius。不锈钢的，这个是不锈钢的。噔噔噔，有差点掉了，我快拿住快。它这边还有那个什么？哦 ，Zoom 没？哦，还有这个的 Max， 这是 Max， 这样 Butter 放进去，盖着它，这样子，然后放进去，然后 Butter 盖着，等2.5分钟就好了。Do not microwave. Wash before use. Adult use only. 就是这样啊。这保温瓶。就是这样啊。